那颗星为我瞩目，照亮约定的未来，带我追逐。脖子上这伤再高一寸可就没命了，是翼苍狼吧？这种生物的爪子锋利至极，又附带坏血效果，你这伤疤要恢复过来得要很长时间的调理啊。就是博城灾难的时候遭遇的那只，当时算是两败俱伤，让他给跑了。等我掌控此生，一定会亲手将他干掉。不说这个了，快告诉我莫凡在哪儿。之前他的双系天赋公之于众，我就一直在替他担心。前阵子陆年手底下一干人等突然间被开除卫部，我估计他可能要不顾任何人的指令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。你说陆年被开除了？他不会已经来过了吧？你赶紧告诉我那小子去哪儿了。去结界外参加历练了，要不我马上派人到金陵荒城去。这事儿我得亲自过去。哎，还记得当初撞见三眼魔狼可是大气都不敢喘，那种只能够祈求对方没有看到自己的弱小卑微，真是永远都忘不了。谁能想到短短一年再遇三眼魔狼，心境却能截然不同。哎，这种靠特殊声波频率勘测妖魔的装置倒是挺省事儿，但是要等3个小时，这也太浪费时间了。也不知道赵满岩他们是否顺利。就叫人，说好的单挑呢？现在还不能撤，勘探一眼看就可以收工。倘若我空着手归队，岂不是又要被那些家伙笑话？吉星狼，你专心对付三眼魔狼，那些个独眼魔狼就让我来。谁也想玩偷袭，在火焰里好好相亲相爱吧。
真不少，估计又能够凝练出一个精魄吧。嗯，好家伙，是进阶期的毒眼魔狼，就先解决你了。雷音，是残魄，哈哈哈哈，又可以练成精魄了，哈哈，已经第六颗星子强化了，马上就能够让雷印蜕变。想跑？干掉他！算了，杀到下一个勘测点吧，再收集一些残破。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好了。更多的大蜥过来了！快撤！好了好了，大家撤。才完成一个地区的勘探就狼狈成这样，要是把这座城全部勘探完，还不得全都趴下呀。木凡不在，少了一个强大的火力，对付起这些妖魔群来费劲不少。那家伙真闯祸，还说自己独立去完成勘测，我看他没多久就要灰头土脸的滚回来。哎呀，没准他早就挂了。看来要让你失望了，从我的定位手表来看，莫凡正在往我们这个方向来。真的吗？嗯，放心吧，我们先去教堂跟白婷婷他们会合，我已经给莫凡发出了光耀，看他现在的路线就是在往教堂那边走。水打回来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打水的那个鬼地方到处都是虫子，弄得我浑身痒痒的，真烦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是驱毒药剂。宋霞的伤口愈合很慢，是因为伤口上沾了毒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明聪，你往哪看呢？白婷婷，我一直很喜欢你。我真的很喜欢你啊。白婷婷，我很喜欢你，真的。明聪，你过来，干嘛动手？住手！放开！哎，你们怎么了？莫凡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哼，那个说要自己独立完成勘测的人回来了呀？怎么样，收获如何？两个。你一个人竟然完成了两个勘测点？嗯，你看。一定是那两个勘测点正好没有什么妖魔。哎，不是，莫凡第二个勘测的沼泽地在地图上显示，那里可是西卢巨妖的领地。啊，自己废物就不要觉得别人也跟你一样废。别以为你天生双系就很了不起，我告诉你莫凡，你无非就是一个运气比一般人好上很多的废渣。想打架？别胡闹了，有什么问题回去再解决。走啊，我们到外面比一比。陆正和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这里的老大吗？对谁都指手画脚，有一个在魏部的大哥很了不起吗？成天一副就你厉害的样子，在慕尼雪面前就跟哈巴狗一样讨好啊！你是不是也疯了？信不信我把你给绑了？
你拉呀！你还动手？你以为我怕你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早就看电视演了。明聪突然间对白灵灵动粗，廖明轩又和陆正和莫名其妙吵起来。那样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发现什么？那些人不太对劲。还好吧，他们平时不就这样吗？那白婷婷呢？她平日可没那么主动。她暗恋我已久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你当初不也是？那时候是不懂事。可我们……对不起。就算你现在跟我说要离开穆家，我一样……别说了。别开这种玩笑。我没开玩笑，你在我心里就是城堡里美丽又神秘的公主。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像童话故事里一样携着公主出逃，所以我觉得值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劝你别想太多了、家族已经给我订婚了，虽然对着未婚夫我，但世家联姻就是这样、爱不爱的我无所谓。明雪，等等，你说的没错，今晚真的有古怪，应该是某种心灵蛊惑。刚才这凝神魔气释放出了精神涟漪，把我的心神从那种奇怪的状态里拉了回来。明聪会对白婷婷动粗，想来是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白婷婷。廖明轩嫉妒你，又对陆振和不满，所以怒话连篇，而白婷婷对你有好感，所以受到惊吓后对你产生了依赖。还有刚才你，总之你自己知道。所以说最先出问题的是明聪。他今天一直在教堂帮着白婷婷照顾宋霞。对了，他独自去了附近的池塘打水。莫非池塘？木奴娇怎么和罗宋动起手来？难不成罗宋对木奴娇做了什么？四胖子，你竟然敢动木奴娇，我灭了你！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是他先对我出手的。啊！糟糕，木奴娇也中招了。胖子，你坚持住啊，但别伤到他。什么叫不要伤到他？是我快要被木奴娇打残了好吗？是巨龙将，没想到郑冰晓这家伙如此深藏不露，已经拥有了一只战将级的契约兽。莫凡，你快过来帮忙啊，这帮家伙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们可能被控制心灵的怪物蛊惑了。你那还不赶紧把怪物给杀了？一切精神类心灵类只要解决掉那个主脑，大家就会恢复原状，否则真得自相残杀了。有道理，行，我来牵制住被控制的人，你快去干掉那个作祟的生物。我还是算了吧。切，就知道你小子在想什么。我也不去，那种会控制精神的怪物我才不想招惹。跟我走。干什么？莫凡，我看好你哦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前面是水池。你说，这水池里究竟会钻出什么？难道穆凝雪的心神也失手了？不对，他
为什么没有跟其他人厮杀，而是拉着我杀到这里来？寒冰、冰腕、覆盖。我明白了，他确实是被蛊惑了，但因为他心无旁骛，只想解决这个祸害，所以即使被蛊惑，也还是要到这里来。哦，这个女人还真是有趣啊。哦，难不成明聪就是被这种水蜘蛛给蛊惑了？啊！火蒙珠，从气息来判断，他的实力应该在普通战将级生物之上，但远没有强到尾部魔那种程度。我有凝神项链，慕凝雪一心想干掉他，哎，受不受心神无所谓了，还是有一点胜算的。风盘，天罗。炎猎拳地叉和啊，不会吧，血手靴。再吃我一拳，梅园猎拳轰天，风盘天罗，干得好，当心如燕化发光盾。蛛的捕猎方式，就是先让那些小蜘蛛蛊惑其他生物自相残杀，最后自己将这些半残的生物拖到他的领地，享受他的饕餮大餐。慕凝雪，你用冰锁控制他，我给他来一个狠的。霹雳轰顶，还站得起来。冰晶煞攻，等下，这威力。真是太恐怖了，可是这样的魔诀烙印到灵魂上，灵魂简直不堪重负啊。凝雪，你没事吧？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凝雪，这把弓似乎与绝大多数魔诀不同，究竟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，但有种预感，这些年慕凝雪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，很可能就与这柄弓有关。